诗随缘开示。首先恭喜各位啊，开五千年的眼界啊！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多灾多难，恩怨情仇，理也理不完。所以老祖慈悲，道教慈航，来为三族儿女的圆融而道教慈航。啊，今天庚子年的四月四，现在正是10:12。金龙宝珠，物归原主。啊，我们也祈愿着，今后开始，世界会更和平，人类会更平安。我们未来的路要走的路很宽，该怎么走？怎么修啊？老祖会开示我们怎么做。今天大家都很有福啊，大家都有这个善根和慧根，所以啊，我们这五千年来啊，第一个大圆满由三宝寺这里开始。三宝是为天地人三宝啊，我们维新圣教的华宝、易经、风水和宗教三宝啊，从这里一起啊，我们来努力，也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大家福慧增长，世界能和平。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我们一心合掌向外恭迎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三官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方圆道场加持灌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福慧增长，行三拜礼，一拜再拜三拜。好，我们进来面向里面啊，我们恭向王禅老祖师尊、中华三祖、六位祖师啊、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诸天圣神、活菩萨行三拜礼，一拜
再拜，三拜，阿弥陀佛。各位维新贤士同修，首先恭喜各位丰源道场成立了，开始由延平法师带领各位在丰源地区成立一间大学教室，一路走来到现在来，双华界丰源地区各姓氏列祖列宗堂上祖先，山河西涧，三界万灵啊，全部都光降来区丰源教室，所以要求要一个安身立命、安魂立魄的点。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将丰源教室晋升为道场，丰源道场今后的法轮常转，仍然本着原来教室的法轮继续前进继续我们大家共修为天恩天灾而修行，为国修道，为民祈福，这是我们共同的本愿和方向。那么今天在庚子年的四月四日即使奉安天公炉和奉安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诸天圣神的圣座能够让大家来这里时时印心觉明，凡有所求皆得满愿。我们也希望丰源地区的同学们有时间你就来丰源道场奉香一支新香打法界通法界一支新香通往各位列祖列宗的心灵同沾法益所以今天我们先安炉圆满然后我们午时正式接办正明丰源道场，在这里祝福各位，恭喜各位，大家的辛苦你们出钱出力大家用心共同协助为丰源地区的各界乡亲这个家家户户来祈福祈安消灾功德无量祝福各位阿弥陀佛。禅机山回心上将各位回心上将功德基金会所有董事各位各界的贵宾各位维新圣教所有法师讲师维新贤士同修阿弥陀佛。首先恭喜大家平安今天庚子年四月四日是我们丰源教室晋升，也是升格为道场。丰源道场
这负责掌管丰原地区大甲溪、大安溪这两条台湾只要个水龙啊，所以丰原道场也是尊天华子啊来设立，而且是云阳两界。各位列祖列宗三界万灵依归的一个点，刚才10:10啊，我们在三宝寺啊，金龙戏珠物归原主啊的华裔，那么丰原道场啊，丰原是一个八卦地，八卦地啊，早上我来了，我跟我们两我两边两位侍者告诉他们说，丰原拢转出丰原人，尤其大喇嘛这个所在出丰原人上多啊，因为大安溪、大甲溪水神汇聚在丰原啊，包括黄顺才啊，伊嘛带着丰原这个所在，这嘛就丰原人。啊，林国仪嘛是这大甲溪。啊，大安溪附近这里嘞，也是丰原人。还有我们的林宝章益泰科技公司，啊，伊更加搞，伊是伫大肚山呀，珍珠塔口。甲所有诶三条水，大大溪、乌溪、大甲溪，水神拢灌入去因益泰科技，遐收起来。所以咱每一次维新圣教，啊，王禅老祖诶天威诶。啊，这位啊，建寺、建道场、纳贤、养贤的习，啊，都是非常的乐意来相助。啊，还有一位更妙的啊，大肚溪出口。啊，一口吞进天天江水的，那的董事吴光奇，阿爷董事，这种是福建人。那相对的，那时候徛在家打的以后拢是福建人。老祖保佑啦！啊，天公赐福人，天公赐福给咱平安。今年庚子年的世界的天文啊，是让人真惊吓。这个天文让咱人世间大家知影好反省、反忏悔，回想、回顾过去啊，千年来人类的浩劫。无知
发动各种战争，啊，恩怨情仇，怨想厉害，所以直接的逆文，啊，反清借助反扑，叫这个武汉的肺炎。那么台湾，是世界上想平安的，咱各位同修，无论哪一个道场的住持，啊，拢是足用心的带领的，啊，所有我们的维新贤士认真诵经《天德经》，啊，尤其我们丰源道场，也是易经大学书信处处长严平法师，哎，非常的用心，啊，因为他在两年前一个劫难，要再见，就发现说人无影无敖。人爱尊天理，啊，有缘的都爱多，啊，有缘的咱也无多，啊，那么因就无药看，无药去啊。那么相对各位同修都一样，咱有礼节来，咱有咱的多生父母，多生的远亲借助，那么你这些之后。一旦改观世界，就是爱修行。家庭过好，事业过好以外呢，咱爱念经、诵经来回向。所以，弘忍道场延平法师啊，依然真用心啊，大彻大悟啊，所以啊，老祖开示。啊，弘忍教士，啊，爱晋升为道堂，啊，一般来这楼无高，所以上面在一楼，第十二楼，啊，我把延平法师讲，啊，伊要卖咱甲卖起来，啊，无钱才来银行借，啊，那借无咧，咱再甲罗素的金子宝来等。还好哎，那各位同修鼎力的护持，把他们的护持在多牛，两百年、三百年、两千年后，恁回来看，一定还在这里，香火会鼎盛。啊，我希望各位同修，大家处过好，事业过好。啊，咱楼下哪不个卖？啊，伊无用，啊，咱就甲买起来用。啊，各位同修，话太多了，我也讲不完，只有用意会的。啊，本着老祖师尊给我们的，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啊，一句你。弘忍道场，这点是大甲溪、大恩溪，好，那这两条水龙，汇集在这里，观音齐龙，啊，那今天我们基金会，啊，秘书长严道法师、严德法师，啊，然后一起来参加。啊，告诉各位，我们的同修，啊，弄的小和尚在国家上，然后占了这么大的工作地位，啊，在今天报纸登了 NCC 的主委，啊，叫陈耀祥博士，啊，就是您的师兄，好，啊，那他的能力也非常的好，好，啊，那我就。在昨天，他呢问我说：“师父，啊 ，NGC
啊，怎么样能够来啊，把它经营的会更好，让国家更安定哎。啊，因为现在很多假新闻太多了，王华进啊，假新闻标示社会安定，哈、啊，大家在无聊，在做小新闻。啊，那么你每天啊，一定爱两四句，那个现任撒网一箩筐，活刹净土新为王，黑的老子出身啊，一树和 NCC 的主委啊，陈耀祥啊，觉得天机密谋，现任撒网一箩筐，活刹净土新为王。啊，这一个对联呢，在方言教室也可以用啊，因为方言是一个八卦网啊，八卦形的地形，八卦网啊，先人撒网一箩筐啊，你的恩明老师在家呢，茫然看过来海呢，啊，把众生的烦恼弄啊溜溜起来啊，让大家能够幸福。快乐平安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落成啊，我们感谢各位来宾，各位各界的啊，来啊一起来接办，各位同修一起来赞助，大家高高兴兴的好。